因为草莓王子不能吃牛肉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大盘牛肉。那隔壁那个呢是那个是什么？松板猪。啊，松板猪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草莓王子在干嘛呢？他在拍他不能吃牛肉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手机好可爱哦。你好可爱呀。OK， 好，看到这只企鹅两公升的啤酒，他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不喝酒呢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耶！